各位代表，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让我们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向各位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向世界各国妇女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各位代表，今天的全体会议应出席代表2956人，出席2877人，缺席79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现在开会。今天的全体会议有三项议程，现在进行第一项议程，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下面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同志做报告。各位代表，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过去一年的工作，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勇毅前行，新冠疫情防控实现平稳转段，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社会大局保持稳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过去一年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常委会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守人大工作的大方向、大原则、大道理。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二是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作为依法履职的基本功。三是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四是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大各项工作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与人民同心同向。五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六是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法治保障。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常委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履行职责，实现良好开局。一，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提高宪法实施和监督水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常委会认真履行保证宪法实施、加强宪法监督的法定职责，坚定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健全保证宪法实施的法律制度。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常委会坚持依宪立法，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体现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完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法，落实宪法关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等规定，审议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并决定提请本次大会审议。这是保障国务院依宪依法履行职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加强宪法监督工作。宪法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高法律规范。常委会深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作出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坚持有鉴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对报送备案的1753件规范性文件进行主动审查，对公民、组织提出的2878件审查建议逐一研究，督促制定机关修改或废止规范性文件260多件。深化宪法宣传教育。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常委会坚持宪法实施、宣传、教育
一体推进，推动宪法实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行使宪法赋予的任免权，任免或决定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组织宪法宣誓仪式，做好代表资格审查工作，补选全国人大代表三人，终止代表资格24人。目前14届全国人大实有代表2956人。二，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认真行使国家立法权，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一年来，共审议法律案34件，制定法律6件，修改法律8件，作出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7件，编制和实施立法规划，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编制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报请党中央批准并转发实施，召开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部署落实立法规划，加强经济领域立法，全面修订公司法，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审议增值税法、关税法草案，审议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加强民生领域立法，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推动解决残疾人、老年人急难筹办问题，修改慈善法，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审议学前教育法、学位法草案和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修订草案，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制定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国家立法形式将8月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启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完善国家安全立法，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法治根基，修订反间谍法，丰富反渗透、反颠覆、反窃密斗争的法律工具箱，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推进社会治理领域立法，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12，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增加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相关犯罪的规定，修订行政复议法，审议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突发事件应对管理法草案、治安管理
处罚法修订草案，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制定对外关系法、外国国家豁免法，填补涉外领域相关立法空白，修改民事诉讼法，推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努力让每一部法律都满载民意，贴近民生，顺应民心。三，用好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监督权，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一年来，共听取审议一府两院22个报告，检查5件法律实施情况，组织开展2次专题询问、7项专题调研，依法依规办理群众来信来访，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听取审议《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审议《金融工作情况报告》，检查《科学技术进步法》实施情况，推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检查种子法实行情况，促进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听取审议《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工作情况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推动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检查特种设备安全法、安全生产法实施情况，听取审议区域协调发展新时代侨务工作情况报告，做好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工作，做出关于批准国务院增发国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定，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听取审议中央决算、预算执行、财政转移支付、财政文化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中央决算，做出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决定，听取审议审计工作、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监督，制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工作5年规划，听取审议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金融企业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建立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制度，推动解决民生突出问题，听取审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情况报告，听取审议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报告，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听取审议精神卫生工作情况报告，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提升精神卫生服务水平，促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听取审议环境状况和环保目标完成情况报告，检查湿地保护法实施情况，听取审议一府两院关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执法司法工作情况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推动依法惩治环境资源违法犯罪行为，健全完善监督工作制度机制和方式方法，审议监督法修正草案，推动各级人大上下联动形成监督工作合力，运用法治方式推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完善制度。四、加强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设立代表工作委员会，加强常委会同代表联系、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健全和落实常委会联系代表的制度机制，常委会组成人员与418位代表建立直接联系，拓展代表参与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邀请273人次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发挥代表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的特点优势，组建全国人大代表小组，鼓励代表倾听和反映群众的意愿呼声，组织代表开展专题调研、集中视察，提高代表议案建议工作质量。代表提出的271件议案交由相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完毕并答复代表，代表在大会期间提出的8314件建议，闭会期间提出的130件建议交由承办单位办理并答复代表，建议所提问题得到解决或计划逐步解决的占75%，加强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增强代表培训的系统性、针对性、专业性，优化升级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功能。五、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积极开展人大对外交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按照党中央对外工作统筹部署，积极有效开展对外交流交往，同外国议会交流合作更加活跃，
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率团访问21个国家，与访华的150多位外国政要会见会谈，加强立法机构间的机制交流和对口交流，积极走出去请进来，增进理解互敬，促进务实合作。多边议会交往富有成效，派出28个团组出席多边活动，举办发展中国家、非洲英语国家、太平洋岛国、尼泊尔议员研讨班，对外宣介更加自信主动，积极宣介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三大全球倡议等理念主张和成功实践，深刻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势功效，增强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6，按照4个机关的定位和要求，全面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常委会把4个机关作为自身建设的目标任务，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大兴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人大履职的基本工作方法，也是人大的法定职责。自觉把调查研究作为受教育、转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感情的过程，夯实人大工作民意基础，推进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全面修订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修改委员长会议议事规则、常委会会议工作程序等，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作用，统筹修改各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加强人大新闻舆论和理论研究工作，全方位宣传报道人大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成效，讲好中国人大故事、中国民主故事，加强全国人大机关建设，履行好参谋服务保障的主责主业，加强与地方人大的联系协同。各位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全国人大机关工作人员担当尽责、扎实工作的结果，是国务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充分信任、积极支持的结果，
在此，我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衷心感谢。我们清醒认识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立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监督的刚性和实效有待进一步增强，服务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将虚心听取代表和各方面意见建议，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今后一年的任务，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常委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认真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命权，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一、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加强宪法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认真落实常委会立法规划，坚持立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不断提高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水平。三、扎实有效做好监督工作，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进一步增强监督工作的刚性和实效。今年预安排35个监督项目。四、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制定关于加强全国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更好服务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五、拓展深化人大对外交往，增强对外交往的主动性、针对性、有效性，更好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六、提升常委会自身建设水平，扎实推进四个机关建设，更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精心组织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活动，总结、研究、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光辉历程、实践经验、优势功效，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各位代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